日内瓦直击控制女星辣豆张钧甯前性感王林缺阵 network。C 和日内瓦高级中表展进入第二天 ，i5 品牌的星光群从下午就陆续来袭，演而优则导的前性感王布莱利库柏布莱利库珀原定傍晚现身 live 展场，但因故未到场，让不少粉丝扼腕。但晚间他仍出席品牌晚宴当彩蛋。下午台湾女星张钧甯白洋装搭配深色西装外套亮相 IWO 展场，一出现即吸引媒体抢拍，她也不忘秀出手上 IWO 百套菲诺月香自动腕表37万表，衬托好气质。在张钧甯后演出平民百万富翁的男星戴夫帕托的 The Title， 也以飞行员夹克搭配牛仔裤造型亮相，呼应品牌今年的飞行表主题。演出控制的女星罗莎门派克 Rosamund Pike 随后也现身，本是裹住白色大衣的她上红毯前褪下大衣，一袭黑色深五露肚装秀出平坦小腹，火辣身材直压同场超模卡洛琳娜克考娃 Carolina Kerkler。